跟你比心的一起摇摆。我们感谢走一下，我的妈呀，好多人，我妈啊，我都不知道说啥了，怎么那么多人？今天好多人呢、啊，今天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感谢大唐一号哥，欢迎欢迎，刚才都3.7万了，我的妈呀！感谢三岁哥的火箭，谢谢三岁哥，谢谢。4万人啊，4万人可能达不了了。如果到4万人的话，给你们来一个倒立。干嘛倒立？爬门好像不能爬吧？啊，其实我除了会那个会一点点的小舞蹈，就一丢丢的舞蹈，我还会那个杂技。我之前就是就是会一点杂技，真的我会一点点杂技，就是比如说那个消失术、遁地术，还有升天术，还有那个爬门，还有喷火，都会一丢丢。江无忌小哥，你有什么想看的吗？就我说了那么多杂技啊。我真的会，我真的会，就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也会一点。次了都，我之前老爬门，门快爬坏了。你我不如趁下雨，过城市喧嚣，歌声在游走。紧张了吗？昨天晚上，因为我知道今天可能要连麦什么，就太紧张了。我就晚上11点，我晚上没有出过门，然后晚上11点就下楼去买那个胡辣汤，然后想喝一下就压压惊，就因为我太紧张，我太害怕了。我每次就反正就很害怕，然后去喝胡辣汤的时候然后。然后还被那个卖胡辣汤的一个叔叔，然后认出来了。然后卖胡辣汤的叔叔说：“哎呀，我可喜欢你了，你不就是那个抖音上跳舞可好看那个戴古拉吗？”我的叔叔其实我是那个。我说我真名其实不叫那个戴古拉，其实我叫啥不要紧，重点是我喜欢看你跳舞啊。谢谢，其实我叫戴古拉惠子。感谢三岁哥，谢谢三岁哥，谢谢你的火箭，谢谢。The 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...我学习学习，然后再连，好吧？学习学习再连，要不然有点尴尬。来，三岁哥，谢谢三岁哥，谢谢。音乐声的关小点，好，不好意思，音乐声有点大，对不起。千万种生活就在抖音直播。好，这要求的这要说呢，千万种生活尽在抖音直播。你们平常开播吗？
种生活尽在抖音直播，这是一个就是他们让那个就让说的，这不是官方大大让说的吗？啊，感谢善良良久，谢谢你的，谢谢你的一碗面，谢谢。榜8、榜7、榜8、榜9、榜10、榜11、榜12、榜13、榜14、榜15、榜16的小哥哥小姐姐们，谢谢直播间宝宝们。好，来喽！哇，这礼物特效好炫！跳高跟鬼步。我换一下鞋，换鞋之前我想说一下，我洗过脚了。所以大家。我今天还穿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袜子，一个粉色的袜子。我放高跟鞋了。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。